葱酥粉条。自盘的粉呢，多就五包，另外多两块都可以涮。小龙虾呢，现在黄都有，那很香很辣的，比较重啊。这个面和了蛋呢，五包五种口味，爆油酱，大辣椒，这是火鸡面。炸酱面，选两块拌面。
非常筋道。清真非油炸的兰州牛肉面来了，这面活动价面，正常买这个面零外边这个一桶五块，十桶五十。小凤家今天十桶多少钱？18.8十桶。小凤家18.8给十桶。哇，这面清真非油炸。来小葱花，开水泡10分钟，出一大桶。哇，来小辣椒，味道不错。酒叶是啊，酒叶。